大家好，今天呢，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自动帐篷的搭建和折叠方法。首先呢，我们把帐篷外在的拉链给打开，然后把帐篷给取出来，把这个袋子给解开，然后找到这个关节的地方，然后这样把它摊开 ，OK， 然后把这个帐篷杆给拿开。这样我们这个帐篷就搭建好了，非常的快，然后折叠的时候也非常的简单，我们手握在这里，然后往上提一下 ，OK， 这个关节呢要往外拉一下，不然它这样是叠不回去的，然后拉一下，这个关节也要往里面拉一下。然后这个关节拉一下，这个关节拉一下，然后把这个杆子呢，给它汇聚到中间，然后呢，把帐篷给卷起来。细筋拉绳上面把拉链拉上，那么我们这个帐篷就搭好了，折叠好了。